风这么美，又有这么缤纷的热气球，我们两个大合照了，好分享。像我好多朋友都说被你圈粉，啊，好多朋友，我的朋友不一定是年纪大的哦，很多那个年轻的啦，男的女的都有，都说被你圈粉。那大家看到你面对这么大的压力，你怎么去抗压？你能把你的抗压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或心情跟大家分享？因为现代人都有很多的压力，那你们教教大家，应该就要感谢上面那位啊。对，那当然在赛后的时候。才发现原来我的事件让所有台湾人凝聚在一起，那也很感谢各位，然后对于我的支持，以及对于我们以及对于大家对于体育的关注，谢谢大家。那好朋友，这段时间哈，全国的民众都被他们圈粉哈，被他们圈粉。那我听到很多，因为市长每天都要到处去走动。那大家都说他们的技术他们的能力好，体育能力强哈，那是一定要的。可是他们表现出的那种奋战、抗压的能力才是。譬如说玉婷受到很多的委屈，可是她面对委屈的时候不为所动，啊，然后往目标前进，这种东西是值得学习的。那这个李阳跟王麒麟在这个冠军赛的时候。哇，那个我们心脏都快跳出来，他们在现场承受的压力更可想而知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请他们来，不只是让大家看到我们台中啊，看到我们的热气球活动，也希望他们站出来给国人很好的以身作则，很好的启发。玉婷姐姐呀，啊，OK， 来过来过来合照，来，好来，好来，给姐姐，好来。哎，这个有没有比搭到热气球还要开心一些？好，谢谢。OK， 好，谢谢。接下来。